怎么回事？他想害我。她是你姐姐，为什么害你？老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黄宇大哥跟张小泉是老天爷掉下来给我非常非常好的礼物，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的片子会这个样子，而且这个东西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你知不知道，我前几天在睡觉的时候，有个人一直盯着我看。我对这些所谓的老一代的所谓电影人，我非常有兴趣，因为他年纪大了，曾经有很光辉的时光。我一看到他以后，我就说，无非就是他了，谁都不要想了。我记得当时候钟导演那个小子介绍啊，钟导演跟我见面就讲起要合作，我一直在想，我这个钟导演是不是脑筋不清楚，找了我这么一个哈，头脑不灵、口齿不清、行动不便的那个中风的老年人演这个电影。后来这个钟导演曾经有变化，讲从二月等到五月。那个时候觉得身体状况走路什么还可以，才决定接这部戏。以前演惯了大小便，表现一板就很凶很狠，要慢慢自己改正，慢慢纠正自己。常常被导演讲，黄老板你太凶了，你也太凶。他就是有一种样子，那个样子让你没办法去亲近他。就像很多我们讲的这种白话文，很威，那个父亲的威可以让在整个片子里面变成他的弱点。你再怎么威的父亲呢，遇到这种儿子呢，就真的就变了，就傻了。大哥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大哥的形象，然后会觉得跟他有一些距离。可直到拍摄过了大概可能四五天之后，发现其实王大哥他内心是有一个孩子在的。要紧啊，不要让我出来啊！出不来。哎，你这个晃晃子的。我戏中演的那个王爸爸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兵啊，在山上种兰花。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对儿子女儿的爱都在心里面。你就这么个弟弟而已，千万不要说他怪怪的。然后这个戏里发生一些事情，是必须他去面对的，就是内心戏比较多的，蛮难演的。我在片中扮演的角色叫阿川，他一直以来跟父亲的关系是疏离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像一块非常非常大的石头，一直压在阿川的心里面。其实就开始有试着了解所谓的精神病还有附身这件事情。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所以我那时候跟钟导讲，我说你可以看看孝全，我觉得他的潜质是因为他演太多有点喜剧或是傻的这样，那我觉得演员要不同的演技的挑战，钟导这个又很适合他。在刚开始拍的时候，其实自己对于角色还是有一些想法，慢慢的跟导演开始有默契之后，其实是把自己交给他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做个氛围给他，把他状态把他整理出来。孝全真的是我觉得会让我是没有遗憾的。其实导演他不要表演，他不要有表演痕迹在里面，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要的只是你能不能够把你自己真真实实的完全放在当下的那个状态。